来，我来啊。还有我最讨厌站在他旁边。这个罩子太难看了，太贴心了吧？啊，必须的，那种幸福感，这个能看见的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要请求在这个句子当中，我们那些小伙伴们从他的面前短暂的停留，然后让朴叔后去通过他的鼻子去闻一下，究竟哪一个人是他的剧中的看得见女搭档。啊，下面看得见，我觉得这个好，太闲了就好。OK， 第一类上场的就是他那个哥们们都不紧，你不要用了他，稍等稍等。来，欧巴准备好了吗 ？Are you ready？ 啊 ，OK。第一位请飘过。第一位陈然，他今天穿了一个蓝色的裙子。可以肢体接触。来来，可以离近一点，让闻一下。闻到我吗？怎么闻？好，闻一下好了。好，第一位。好，第二位陈然。第二位。好，今天下面有请第三位。第三位，哎，导演你怎么上来了？啊，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我好有点。第四位。第四位啊，陈然，你的头发还是那么飘逸啊。啊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摘掉颜料吗？现在就，我觉得现在摘下来是其实是可以的，好吧？对，我来了啊！好 ，OK， 那现在我们就朴叔来猜一下，刚刚第几个上场的那个人，你认为他是陈然？第几个人？最后一个，下面全部都在汇报答案。真的，这游戏是没法玩了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，我怀疑是我翻译成非语了。分析的时候的有那个人。把他手给扔回来了。那我们能不能让那个那师傅去形容一下？因为之前为了增加难度，我们给所有的艺人喷的香水都是一款啊，是那个 Six God 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同样的气味当中去闻到它呢？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。难道真的发生了什么吗？是，请解释。啊，凭感觉的，感觉，对，跟着感觉走。OK， 好了。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些演员朋友们都已经带着来到了舞台上，但是最重要的，刚才我说过，由于我忘了流程，说了他们的重要性，就是我们这一部电影的制片人以及导演。那下面让我们大家以更热烈的掌声，没有，为之倾倒了，让我们用更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的制作人郭丽君，美女，以及我们的导演曾翠珊，有请。有请两位。我觉得在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当中已经看出来了，大家对于制作人以及导演的厚爱，非常有问题的。好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先请我们所有的主创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虎哥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虎，我在湘戏当中饰演孙权，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是老鲍，在西安集当中饰演的是可可，谢谢。演导演，大家好，我演的角色就是制片人了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菲菲，我叫殷叶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然，在戏中扮演朱莉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师傅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师傅，반갑습니다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师傅，在剧中饰演，在电影中饰演张仁俊。姜。对，那我可以还有我们两个人，不要觉得我们俩角色小的不要介绍，知道不？哎，我刚才不是介绍过自己了吗？对，大家好，我叫戚雅琳，我在剧中扮演的是陈然饰演的朱莉的闺蜜李曼曼爷，谢谢大家。这场发布会就到此结束吧，因为我是整个电影当中唯一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名字的。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讲，我那名字应该是售货员甲吧，但是也是电影当中条寿除了跟这个陈然说我喜欢你之外，唯一一个跟一个男人说我喜欢那个人。这个具体情况你不能剧透，要请大家走进电影院来观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好吗？虽然角色小，但都是跟两位主演的对手戏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采访一下我们的女主角陈然了。对。陈然，欧巴，你可以把麦递给梁妹妹吗？陈然，这部戏其实对你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哈。第一次跟朴世后合作，评价一下他吧，他刚才都那样说评价你了。觉得跟他合作比较有压力，因为他每次都有这么多的粉丝给我提出很多要求，要照顾好他。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公主啊，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，我也是公主，需要人照顾。开玩笑了，我觉得我们是互相照顾，然后合作的非常愉快。合作的非常愉快，就是不方便透露他有多么的细心，多么的体贴，是吗？在片场。不是也感受到了吗？我哪有那么好运气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。曼爷，你对我交代吧。对，因为对朋友们，这女人之间如果只把嫉妒放在那儿的话，我们都不用说什么这场发布会一个小时，他们两个人就能结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感受到，就是因为我那场戏一共两场戏嘛，我能感受到陈然和朴世后之间的配合是非常的默契。当时呢，那个戏的剧情也是朴世后推着一个受伤的陈然在轮椅上啊，他们俩不但在拍戏的时候含情脉脉，虽然是导演喊咔之后还是含情脉脉的，也难怪我们的很多女演员非常的羡慕，因为我们很入戏，对，专业演员，没错，所以还是非常的默契的。我觉得说了这么多的感受呢，下面的时间，首先我们觉得应该请我们的导演来去说说，对于这部戏，导演也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热情，我希望大家掌声够最热烈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今天很开心在看到台上的每一位演员，对我来讲我的电影《湘西》里面每一个演员都很重要，所以你们就虽然没有名字，但是我都爱你，然后特别女生呢男生我都一样的，然后我也感谢就是出品人郭丽君小姐，她给我这个机会拍湘西的电影，然后很高兴就是跟黄明老师他的小说味道我们改编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辈一个幸运，可以跟一个我专注的文学家合作，我
所以啊，希望你们会，我们还在努力后期，希望你们会喜欢相信这个电影，对我来讲很特别，我肯定也觉得你们会喜欢的。就是相似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你们看完电影就知道了。